都硬了哈，你握一下看看。硬了哈，你握一下看看，是不是都硬了？对啊，都硬的、啊。会不会觉得说放在这边有点无妄之灾啊？对啊，我想到这里就不是很明显。你说那时候富人是骑摩托车还是电动机车？嘿，然后呢？上班。嘿，上班刚好经过，刚好砸下来，我儿子在他后面。